第时间四号，波兰北部城市科沙林一家经营密室逃脱的游戏中心突发大火，造成五名未成年少女死亡，一名25岁男子重伤。目前火灾发生原因仍在调查中。该密室逃脱游戏中心位于科沙林市一栋居民楼内，火灾发生时正值晚上5点，五名女孩在庆祝其中一人的生日，她们被困在密室内无法逃脱，不幸葬身火海。据悉，五名女孩均为15岁。